解章子怡秘籍之二，腿勤快。代表人物撒贝宁。撒贝宁与章子怡相恋，这个消息爆出真是惊呆众人。不过细节来看，小撒还是有他的优势。北大才子与章子怡因工作而相识，为了追御姐，腿脚更是勤快。他的恋情被公开，就是因为撒贝宁前往广东探班一代宗师剧组。虽然有好事者计算过章子怡与撒贝宁的收入相差77倍，但是这种一路爱相随的做法还是打动了御姐的芳心。去年年底，章子怡的飞机深夜回京，撒贝宁也是前往机场接机，如此勤快的男友果然是令御姐芳心大悦。但是这个腿脚勤快的才子男友最终还是没能留住御姐章子怡，因为他没有掌握第三个秘籍。